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即系呢个世界咧，真系咧，好多时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特别系我哋真系睇嗰啲外国电影、荷里活电影啦。即係一隻荷里活電影，亦都真係啊，好多描述咧，佢哋官商啊、醫藥啊，係見到黑暗啊，見到勾結啊。但係去最後咧，始終會有嗰啲咩吹哨者啊，揭露咩人性光輝啊，呢樣嗰樣噶嘛。但係現實係冇咯，現實原來係真係咁黑暗，但係就冇吹哨者咯。你想吹哨話就打柒你咯，即使喺美國佬都好，打壓你咯。點解利益咯？原來唔講咁多做乜撚嘢啫，咪利益咯。嗱、啊，咁當然係有啲嘢即系卡嘅人，咁你卡嘅人你冇办法噶、啊，好啦，嗱，安达臣到冧天平，咁我唔特别讲啊，呢单嘢真系惨啊，而家讲下讲下年几两年，嘣冧咗个天秤落嚟，撞冧到个写字楼，入嗰啲真系货柜车就，其中一个我记得咧，咩助理工程师啱啱读完书出嚟，细眼仔，咁都冇咗，唔知廿二三岁，寡母婆。好啦，而家咧勞工處又發現咧，佢呢個天秤咧焊接喺應該係一個鐵大嗰啲工字鐵啦，第一層嗰個工字鐵同第二層嗰個工字鐵嗰個焊接位咧係鬆嘅，即係簡單啲講，我個天秤焊喺呢度係冇問題啊，但係呢一嚿同呢一嚿嗰個焊咧，屌你扯撚甩咗，好啦，我因为我冇细跟啲冷新闻，嗱今日啊，警方就喺金龙湾以误杀罪拘捕一名35岁嘅男子，佢系地盘经理，另外通缉一个72岁嘅外判注册结构工程师。你问我怎睇呢一个咁样嘅？疏漏咧，經理要幾多責任我唔知道，但係一定係呢個註冊工程師係重要嘅。佢有冇落過地盤？有冇睇過啲嘢咧？究竟？嗱呢條友咧，據聞咧已經潛逃海外。嗱，我真係冇，我唔知道，我冇跟。喂，如果係2022年9月至此到而家年半，你今日先去拉人？即係包括嗰個35歲嘅地盤經理啦。哇！我真係覺得真係屌你老尾，真係幾荒謬，好撚荒謬咯！喂，有啲人啊，你冇事冇幹啊，佢買埋機票啊，臨出境先屈都可以截到佢啦，係咪啊？喂，呢日個人走嘅時候，咦？嗰陣時我嗱，我喺個法治地區啊嘛，啊，咦？屌喂，你又好似有單嘢，我諗你而家我哋唔知啊，差人嚟到你跟差人翻嚟啦。咁差人話冇啊，原來呢個乜生，我哋調查咁一單可能會懷疑咩喎嚇。咁咧你咧，咁我做咩啊？嗰啲法庭又冇傳票冇成功，我唔走得咩？唔係我哋即係希望你，又或者你而家你離開咗，我都同我哋多啲聯絡。其實你要做嘢㗎，屌你而家呢一個結構工程師咧。就喺海外，翻唔翻嚟啊？咦，咁啊，精准啲老细咧？喂，嗰啲我谂佢哋唔系赖够够咁讲，精准呢件事系另一件事啦，根本系好捻离谱，单单都有份嘅。咪就系精准嗱，但系咧讲嚟计咧，应该咧就呢个结构工程师，即系佢签名就孭大飞嘅。咁但系我哋系要谂下啦，如果好似精准啲咁嘅公司。這個結構工程師有沒有去過現場啊？還是純粹簽名啊？啊，即沒事就沒事，我都說了，事永遠都有的，人世間就是這麼悲哀的，是不是能夠在每一件事裡面令到我們有少少改進，完善的法例也好啊，工業安全也好啊，咁嗰件事都有少少價值啊！如果唔係嘅，屌你一單又一單，一單一單，唔會有人任何人受罰，唔會有任何 improvement 嘅個社會，咁咪無撚辜咯！拆過興兵係咪先？好啦，另外嗱，我睇張相先，大家應該睇過噶啦。
嗱，呢個新扎師姐啊，嗱，佢首先我哋講一講先，嗱，佢35歲嘅啫，35 ，OK， 嗱，35歲嚟講真係老實啲啊，老實曬，嗱，佢叫黃石，石咧就係撞石個石，咁佢都相當撞石，係啊，你亦都可以話佢對嘢咧石大無比，哇，乜都唔緊要，該會 ，OK， 唔緊要嘅 ，OK。嗱，我哋就睇住佢張相，大家睇下呢個黃石嘅故事。係睇住啊！係啊，睇住，大家投嚟聽，投入啲，真係情白喎。嗱，新一期嘅警星喺聽日出版啊！嗱，今期嘅封面故事咧，喂，其實警星有冇得賣㗎？係警察內部派㗎。我唔知啊。今期嘅封面故事就介紹嚟自大連嘅港漂黃石。原來黃石話佢自小就受到港產片嘅熏陶，立志要成為女警啊！嗱，我哋睇一睇先。佢35歲，而家講咧，真係1989年出世啦。咁佢成長年期咧，就應該1999至2000年頭。咁你受到咩港產片？唔通係方麗娟、新扎師妹？唔係咩咯？係咪唔著氣嗰啲咯？係咯，佢嗰期咯，新亞打方麗希啊，唔著氣啊，學警出奸啊，扮警察。O K， 好啦，佢話立志成為女警。2011年，佢嗰年啊，22歲咋。佢隻身來港，入讀理工大學之後咧，當然係讀碩士啦。啊，曾於小學做教學助理，滿足過7年永久居民身份條件之後，喺前年2022年投考警察，可惜落選啊。於是乎，佢翻去加強鍛鍊體能，舊年終於闖關成功，而家派駐呢個灣仔警署，未來希望咧。朝住個刑事偵緝方面發展，刑事偵緝檔案阿郭海宇、郭海影 ，OK， 好啦，阿黃石今年35歲，喂，唔好睇佢好似好大隻喎，原來佢係生長喺呢個大連嘅書香世家嘅，佢阿媽同埋佢阿婆都係做教書嘅，有冇俾人鬥過啊？你阿婆同阿媽啊？但係佢受港產片入邊警察嘅正氣形象熏陶啊，好在你識講，係片入邊嘅警察 ，OK。立志到香港成為新扎師姐。10多年前，佢大學畢業之後就隻身赴港發展，以港漂嘅身份追尋夢想。正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黃石佢一步一腳印咁樣實現目標。佢先喺2011年，即係13年前啦，入讀香港理工大學，即係阿李強嘅校友。OK， 好啦，第二年佢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就喺間小學擔任教學助理。其實呢啲舊病咯，我哋講咗10多年㗎啦。基本上而家啲碩士生咧，就90%多咧，都係來自偉大祖國，亦都係佢哋一個跳板咯。跟住係咯，我揾嘢做咯嚇。好啦，喺間小學度擔任教學助理，為咗符合留港7年先可以申請永久居民嘅身份條件。嗱，其實讀書1年咯，咁佢真係捱多幾6年咯。佢多年嚟一直分外努力工作，爭取學校續約聘用，以通過成為警察的首道門檻，呢啲係多餘嘅。嗰陣時未必諗到要做警察嘅，佢首先就要攞身份證嘅，即係人人都一步一步啊嘛。OK， 身份證都冇，點樣當差啊？好啦，黃石坦言話：香港10多年間，佢面對困難真係多不勝數啊！又要學廣東話啦，又要適應呢個濕熱嘅天氣，接受同家鄉截然不同嘅飲食習慣同埋居住環境。喂，唔緊要喎，其實你可以揾下689啊，你。即係鄉里嚟㗎係嘛？啊唔係喎，佢大連喎，唔同喎。咦，大連咁樣嘅佢，咪啲人成日話東北三省啲女好正。我印象中大連都唔係咁噶。喂，大連有啲咩長腿啊？唔係，佢可能變咗，佢可能都長腿㗎。不過唔好話你呢啲咧，喺警察入邊咧，嗰啲男警都幾中意。哦，咁啊咁講。鬥下佢。咁啊咁講，唔係因為佢講嘢咩咩地啊嘛，大陸妹啊嘛。是吧大陸妹啊嘛，有時笑下你，你件衫洗得滯喎，唔係硬係覺得係容易啲咯，即係一樣啫嘛。OK， 好啦，佢話咧，好，但飲食習慣又唔同，居住環境又細，不過難過就關關過。佢特別多謝小學嘅同事同埋學生嘅幫助，話學生都幫助埋佢，令到佢漸漸掌握廣東話嘅應用，融入咗香港文化。在2019年，他終於正式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啦。他有心近視，但是做埋呢個激光矯視，哇！好撚大有本喎。係咯。喺2022年投考警隊，可惜未能過關。但是阿黃石佢一直鼓勵自己，有心不怕遲。正所謂
十月都是快年時，在輔警朋友指導底下，他積極提升體能和面試技巧。其實呢，老實講，2022年考唔到你都幾曳嘅。2022年嗰時咩40歲嘅，係啊，因為你體能佢都得啦，體能佢係會俾你入去試操啫。可能面試嗰個問題真係好難唔考。我諗我而家入去佢都收我。收，不過我難啲，我唔係六歲。你啲新人係正宗警察嘅新人喎。係啊，即係早幾十年嗰啲咧。係咁，你操到我，屌你啦！我係馬甲線。好、哦、啊，你操到我馬甲線咁樣啦。係啊。啊、好啦，嗱，我哋去翻頭先個鏡頭黃石先，啊，黃石嗰度好撚靚嘅。好啦，佢咧一年後，即係舊年啦，卷土重來，終於獲得警隊取錄。12年嘅努力，多年嘅汗水、淚水，黃石佢終於得償所願。喺警察學校畢業之後，佢被派到灣仔警署展開嘅警務生涯。咦？佢冇花冇剩喎，實事都膊頭冇嘢嘅喎，好啦，正所謂民生無小事，只要係市民求助，佢都會全心全意盡力去處理嘅，貫徹心係社會呢個警隊精神。佢最記得嘅就係處理一宗網上投資騙案，來自江蘇嘅事主控制巨款，錄口供期間，報案人流露尋死嘅念頭，我就直接用普通話去開解佢，大家同聲同氣，好乖啊！就平撫他的情緒，在挽救生命的同時，亦都問到更加多破案的線索，咁破案未先？擁有北方人的熱情性格和樂於助人的黃石，希望將來有機會在刑事偵緝方面去發展嘅。佢以個人經歷去鼓勵包括港漂在內等等有心加入警隊的人，佢係希望佢哋可以令到香港繼續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和穩定的社會感覺。OK， 咁啊，都恭喜佢啦，阿黃石，咁啊有付出就會有收穫嘅。我估佢即兩日就啱做喎。係，化濃啲妝去上海街放。得，佢似足啊，朱夫師，佢啱唔啱我啊？喂，佢似足喎。似啊，係嘛？喂，個畫又啱。係啊，有咁喂，有咁嘅身形。而且佢算後生喎，可能好，可能旺長喎。係啊，嗰度嚟講。係啊。好啦，翻返嚟先。嗱，何韻詩咧？宣布下個月10月舉行網上演唱會，嗱，去翻佢自己個網站度，嗱，我相信都會收錢噶啦，係嘛 ？OK， 咁大家啊，即係支唔支持你中意咪支持咯，我都冇乜所謂。但係咧，何韻詩，我呢度真係要講，嗱，因為佢有案在身，所以唔能夠離境重回演唱，咁我尊重法律冇問題。但係點解租唔到場咧？咪就係、是、阿超哥。我真係叫真係超哥，喂呢啲嘢你要睇嘅，你呢啲咁樣嘅打壓，嗱而家都大局已定啦，大家話發展經濟啦嘛，你何韻詩演唱會，我話俾你聽啊，如果大陸可能過到關啊，因為咁樣係一個演唱會啊，政治啊，呢啲係政治啊，佢就可以釋放好多信息，可能就令到香港人開心好多啊，喂。佢再做啲乜嘢嘅？屌你煽動乜嘢咁拉鳩佢咯，好簡單啫嘛，係嘛？去到而家唔好揾呢啲嘢搞啦。你有案在身冇所謂，又或者佢去網上演唱會，你就試下嗰陣唔知點解啲網絡會窒啊，又或者有啲五毛入嚟搞拗震啦，唔好搞啦，係嘛？佢犯法咪拉佢咯，未定案嘅人就可以揾食噶嘛，即係唔好話佢啦。其實好多即係好多所謂嘅黃絲啊，嗰啲名人都係噶，係嘛？好啦，哇！我真係唔知喎、啊，原來嗱，阿顏國亮啊，沉積咧就上咗阿梁思我節目直播零接觸做嘉賓，咁我就唔係想講嗰個節目，我係唔知原來我知道身體麻麻地嘅阿沉積，就估唔到原來今年年頭咧曾經試過係啊昏迷啦，醫生話即係幾分鐘內救唔翻咧就冇噶啦，嗯，咁佢太太咧。就同佢即係祈禱又續名啦，即係佢哋個嗰個即係呢個節目直播靈接觸係講嗰啲嘢嘅，都靈都靈得個靈啊！我話唔知係咩咧，第一我唔知陳陳積原來曾經咁大鑊，第二就係、是、哇我咁多年我都唔知原來娶咗呢個阿霍潔晶做老婆，我當然識阿霍潔晶啦，即係嗰個我知係邊個啦，我哋睇張相先。嗱，而家佢年紀大咗，你仍然都係邊個？哦，但係咧後生即係嗰陣時喺嗰個八九十年代咧。佢都好多，即係當然係做嗰啲
啊，唔係 KTV 嘅女，即係二三線咯，譬如寫字樓同事啊嗰啲咯，嚇、啊。不過原來佢同佢一齊喎，結咗婚幾十年，我真係唔知喎。嗯。喂，佢以前都 OK 㗎，係啊，係啊，唔係差㗎，唔係好靚嗰啲，但係小家碧玉咁 OK 㗎。咁我希望咧，阿積少啊，早知勿約啦，係嘛？即係75歲，而家嚟講唔算年紀大嘅，嚇、啊。好休息啊，休息。